年仅21岁的歌手庄凌云在3月坠楼身亡，让粉丝和家人们都悲痛不已。至今还是有不少粉丝会到他的 IG 留言表达想念。而21日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中播出已故音乐人的影片，庄凌云的画面闪过，让不少粉丝纷纷表示在金曲奖看到你，又想念你了。你过得好不好？庄凌云的姐姐也在现实动态上发文表示：“你看到了吗？大家都还记得你，但是我怎么还是痛痛的。”一番话让不少粉丝都表示相当心疼。